首先把螺丝给它拆下来。我们拆到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线有没有反，这边是对的。它这个线是对的。然后我们就沿着我们就找到这一个循环线嘛。找到这里，给它拔出来。拿个镊子，然后如果是线反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头来交换一下。然后我们就这样交换就可以了，按插进去交换。然后再给它插进去。如果说这个线没有反的话，那我们就把这两个螺丝给它拆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螺丝再给它拆出来了。拆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扭一下这个东西，看一下它有没有在动，有没有松动。如果说它松，如果说它特别紧了，我们就轻微的松一下这两个螺丝。然后再给它拴回去。松这两个螺丝，千万不要松太多啊。然后给它拴回去。然后我们打上这些螺丝就可以了。